今天跟别人来骑，完全没有脚踏车美肌吗？我们来骑这个搭轮椅，搭轮椅达人，请解说。通常就是我这种是比较新的，就是你只要这样子按它，它就可以上下调。但这种车它的坏处是它会这样子左右晃，这个比较不会晃。所以旧的比较好的意思吗？这个会比这个好啦。OK， 但是在最旧的话就这种，它就是有个方向，然后你就可以把它这个设法调。这个很容易往下。对，但是它这个好处是它不太会晃，高低比较重要吧。有时候我反而会选择旧的，是哦，不会晃。那我试这个好了。对啊，那你就用这个、好。没有啊，你。好快哦。等一下，等一下，你有开蓝牙哈、哦？哎，有了，可以。它没有反应啊，这个画面。它的常常会宕。天哪、你如果认真一点骑的话，我们可以骑到盘浦大桥那边，潜水桥还蛮漂亮的。哇塞！但是这样骑过去大概要多久？天哪，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可是你是快还是慢的？我是慢慢骑。哦，那可以。那我们先顺路过去好了。可以啊，然后中间可以休息啦，不用担心。好，我们来。导游。耶！开心。我们刚刚在弘大出发嘛，然后因为骑过来的路程是马路，所以我就没有路。这是弘济川。然后它会一路通到汉江，我现在离汉江大概两公里左右吧。所以是几分钟？你的速度的话，大概10到15分钟应该到了。OK， 我刚刚其实有点辛苦了，我刚刚应该骑了15分钟。刚刚那边风比较大。风大，然后那个路有点，然后现在是那个单车路，所以很舒服哎，很棒。啊，难怪！我看你骑的那个就是比较慢。对，我踏的比较。对，那个圈。慢，但我走比较快。对。这是三档位的。好，我也换三好了。这样比较累啊。OK， 没事。那我换还是二好。就是一个轻松但要踩比较多圈，还是说比较重但是要踩可以踩比较少圈，这样的差别？可两个感觉踩的比较少，比较轻松。如果你不常骑的话，你踩二档比较好，因为三档它是比较重的，那个力比较累，是比较多力。你为什么不骑你自己的车？因为这样我就一定要停车啊！我一定要骑来回。你好聪明哦！就是如果骑搭力的话，就可以随便想停哪就停哪，然后就可以搭公车回家。你好聪明！我不喜欢骑来回一样的路。哇哦，好美哦！即行就香港，哇！我哋到啦，我们还蛮近的、原来还蛮近的，没有人很好哎、这累个屁呀、我现在几点？现在骑了一小段而已，其实才半个多小时而已，20-30分钟。天啊，好炫啊！可是我觉得我现在可能会真的想要骑一个人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啊，先讲。其实很适合骑，然后但其实刚那条路线，然后你就可以来了这边，然后就回去。你上次不是去那哪里吃饭？那个汉南洞吗？骑到汉南洞吗？那时候就骑到汉南洞啊，从你家哦，这条路哎，对啊，然后一路骑到汉南洞，差不多。其实我很喜欢骑脚踏车哎。就是我说是6岁7岁的时候开始，所以要骑车上学吗？还是说你就没有就是他是兴趣，他不是交通工具，对，他不是交通工具。然后我们家以前就是会有那种山坡，是路的山坡，不是那种泥的。然后我们就是区内的小朋友就会骑那个车嘛，然后就一直冲下去。然后它很短，但是很斜。可是其实那边真的是山，我们骑到下面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栏杆，栏杆的外面真的就是树林，就是山坡树林，其实是蛮危险的。但是我们就是一直冲，然后我就有一次真的直接整个人撞到栏杆去，然后我就流血，那个飞到树林里，没有飞到树林，但是我就是我真的是卡在那个栏杆。你现在听都会觉得很好笑，但我的膝盖什么都流血，然后超可怕。那个时候6岁7岁，但还是觉得很好玩。那你没有因为这样就是有那种那是完全没有哎、不知道为什么，但滑雪我有。滑雪你不敢了、可能是长大之后才滑雪，然后我去年还是前年滑到有点
我觉得好像是脑震荡的感觉。它是跌太凶了，单板嘛、嗯。然后我滑到最下面的时候，就是平，因为它其实越斜越好平衡。然后它最下面的时候是平地嘛，然后我就是平衡不了，然后我是屁股着地先，然后可是头是这样子，晃到，应该是没有碰到的那个雪地，但是有晃到。然后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有一个月就是整个人是有点迷糊。所以我就有点不太敢再骑，不是再滑。好玩，那滑的时候我就是滑到后来这边也是超痛，然后回家好几天咳嗽都很痛，然后就去照 X 光，就裂掉了。真的？有些，但我觉得有些运动这件事，你要小一点的时候先去学，比较没有怕的那种感觉。溜冰啊什么都是。溜冰也是。我再冷一点就不能骑了耶。你再冷一点你会骑吗？那如果戴眼罩跟戴口罩，然后穿羽绒外套，你可以试看看。我是没有，因为就冬天出门就觉得很不舒服。也是啦，也是。然后骑的时候可能要先暖身吧，可以挑战一下 A P P。哦，然后再扫这个银溪长跟黑嘴啊，它才会自己。我看按了吗？它就打开了。你没有打、欸？它等一下。好慢啊，它。哦。也是这个吗？哎、欸，那是铁花鸡。等下你把它 A P P 关掉，重开。它有时候会宕机。嗯？为什么你没有？你删了？那你没有办法再跳了。也出现咗个问题，就系我个单车开唔到锁，佢嗰边开咗，所以而家费用帮我打电话。劲奇怪咯。长久塞了，근데지금明시장긴좀해제하고싶은데아근데왜냐면이아이디가예전에만들었는데네감사합니다네他说你的 app 好像是以前下载的，所以他会没有那个新的功能。他说要你整个删除再下载，但我觉得你要先更改你的会员电话，以防你到时候找就是找不到你那个。好多困难哟。可是如果我下载 app 的话，我不知道我的登录的。我就是怕这个状况啊，所以我才叫你先改电话号码。干，真的是哎、欸！可是我们现在只剩下24分钟。哎，给他还。终于。可是，好奇怪，他没有叫我 update。黑子，你是哪一排？你是谁啊？黑子。没有，你不用扫他，你直接按了就好了。他会连线。啊、真的、哦。走呗。我觉得有经历过困难。然后得到的东西是更美好，是最美好的，所以大家也要有一下这种障碍。所以大家先下载旧版的那个单案app。终于可以踩寒宫冰，好舒服啊！天气。水呢，开心。从那边出去就可以到那个望远站和河景站了。嗯，其实我觉得汉江很长一条，很棒。对啊。你几乎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就是切到汉江边吗？对。这边没有芒草吧？汉江边。芒草，右边。你是这个吗？啊，有哎、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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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有哎、欸，有哎、欸。啊，对对对。这里也有。我家也有好不好？我家也有种。你家有种？对。你家没有种芒草？不是，你为什么会这么惊讶？我就是在花店里面买，然后插在水里面养而已、啊。我以为你是说就是有一片农地在种芒草，不用那么养在你那个天台上。但我是想要买泥土回来种。泥土？啊，泥，sorry。好美哦！这个知道是芒草。是，这个是。这是芒草。这个是。因为它就是头有一点点这样子，哦，这边有一堆，好美哦。对，现在这个速度才是慢慢的速度。哦，你现在是不是有点傻眼？非常没有在用力的速度。这边你才可以慢慢的讲话，慢慢的聊天。哎，前面那个是粉红色芒草吗？对，哎，太美了吧！
它还是一堆耶，真的不用去那个天虹公园啊。所以之前有时候坐地铁还是坐车，会经过某个桥的时候，看到一堆粉红色盲肠，应该就是这里耶。因为我有时候会看到一堆粉红色的，对，可是就常常会忘记是哪一个桥哪一个边。因为我坐地铁的时候很喜欢看汉江，我经过汉江的时候，我一定会看窗外。原来是这里，因为夕阳的光线特别好，看不觉得像海吗？是真的耶，很像仁川呢这边。所以我之前我老公就看我照片，他说你骑到仁川了，因为有船呢这边。对对对对对，他就是这样，感觉很像仁川。我觉得这边拍照不好不好看啊，因为光线在那边。啊，这什么老人声音、啊？不是，我们原来已经骑了40分钟，45分钟，你也在拉好不好？对，我也在拉。然后比方说我们再坚持个刚刚的路程，我们就可以到我们本来的目的地，潘浦大桥。对，可以哦。可是哎，真的没有太哦，太久没有运动需要这样子。可是很棒哎，我想骑车。好啊，以后多骑。以后我们就是挑战三档，好不好？对啊，马普区听。然后这边是汉南洞，然后因为我们突然觉得有点饿，所以我们要来吃饭。是的 early dinner、yeah! 你饿到？如果超时的话，他会再扣我钱嘛？然后他才多扣我2800，所以我加起来是4800。我觉得洗脚是一个很棒的活动，而且如果你买长期券的话，那个你就不用付2000到那么贵。月券，可是我没有要每天。不是偶尔，还是我偶尔啊，你偶尔也、OK 啊、偶尔刷比较开心，对，不会有压力。然后这边是基地住的地方哟，你我们又经过了，你未来的家，我未来的家，承你贵言，谢谢，期待您的入住，耶、yeah, ，好，谢谢，欢迎光临。好，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来基地家，对的美食街。要吃一个比方说很好吃的河粉，我一直很想来这边的美食街，因为我有看他们的照片，我觉得很蛮漂亮的。有开吧，有开灯了，可是为什么这么没有人呢？因为没有人在4:50来吃晚餐。我还要隐形我的脸，哦，好酷哦。就这家吗？哦，它其实从江南开始开的，它在江南是排队名店，哦、就它就是综合 premium。 嗯，那个呀，好饿。안녕，汽车好远，但汽车隔篱有个超靓嘅花店。而且因为它是 premium， 所以它有3种肉，所以它价钱就是会比较稍贵，比一般正常。它是快要满场，不过好吃就行啊。你到的伊毛斯啊，我真的很累了。是蛮厉害的，我没想到你能骑到潘浦大桥。你小看我，你
这人就叫鸡是不是？就是人家不是不是我其实我不知道我自己的骑到哪里。我以前我大概骑一个小时就会累的那种，但因为我们刚刚有讲一些话，然后分析一下，但我有预感待会回家会蛮累，待会就是坐公车回家，因为要骑回家哦。有重吗？这这个是这什么肉？是筋啊？它炖得很嫩，对不对？我比较喜欢这种做运动，就是不是刻意要去健身房，是这种很舒服的、很 chill 的做运动。但其实 也不可以说是做运动啊，就是稍微的动一动身体而已，没有什么流汗的、欸，其实，所以不会把它称为是运动。不是，我现在好累，就是你一放松，你就是整个人就会整个人松到，好累。而且不觉得骑完然后吃那种热汤很棒吗？有，很舒服。就夏天的话就要吃冰。我觉得它河粉跟是不是有点不一样？因为我很讨厌那种很塑胶河粉的面。韩国人流行的那种越南河粉是比较细的，然后比较硬一点。我超讨厌的，我也超讨厌那个。那个不是河粉啊，我觉得那个是塑胶啊，那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是韩国才有的、欸。对，而且我在越南三年从来没吃过。我讲说越南的是不是那种粗粗的，然后对啊，透明一点，比较软的。我很喜欢在越南的路边吃啊，这种最好吃。可是我在就是去越南旅行的时候，我很在路上的时候都很怕，怕被抢东西。没免的、啊。你有被抢过？没有。但是我们就连我们自己住在那边工作人都会被告诫，边走路不要边讲手机，然后包包一定要斜背啊，然后不要走在马路太外面。对啊，很可怕，你随时就要这样子，但是就你不可以松懈。回家。吃饱，那我们可以走一下里面的漂亮的咖啡街。好啊，去走啊！然后从这边也是地图，也是叫我们从这边走。好，棒棒的。然后腿超酸，走不了快。我现在推你是不是就不要，真的不要。我现在在努力的平衡中，累了。而且你明天可能不能出门，你还是躺一下。好，明天要出门吗？那我明天在家工作好了。